水就是。来，应该带个钓竿。哎。对啊，这是什么？对啊，什么东西嘛？就是这个，好奇怪哦。对啊。清澈了哈。那就是这个要帮水的，水那个。我们喝的吗？没有，我有的时候曾经有的水。喝你口的。没啊，没哪个特别大。比较足了，以前更清澈。有鱼呀、啊。有很大。刚刚他们就要看你。这好大只哦，你在录的时候。有哈、现在还没开花。还不到开花期。还蛮漂亮的，你记不记得？对。从那里下去。这边。
上次你说不会觉得无聊，然后骑着机车可以骑多远，然后走多远，这个也是一种乐趣哦。我终于知道了。你本来在唱歌啊？没有，我是说真的，我不是在讲假的。因为你骑着车对不对？你在那边那个逛。逛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一天很快乐啊，然后你隔天你会休息的嘛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对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很漂亮。然后你就会休息啊。然后隔天，但是也要天气可以，如果很热就不可以了。是的，如果很热就这样子，好热死我。这个是我跟你讲说，这个温度刚好，对，非常早，一年没有几天，要珍惜。你人家在吹笛子哈，等下我上传他跟我讲说那个侦测到版权问题，会这样啊？哎呀，阿麦彩哥。那里的街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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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街他是街头艺人，他要赚钱，哪有这种？你以后都不要理他了。哎呀，好像也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，那个没有。因为你在讲，你没办法那个。对啊。我走过去。对啊。不了解我怎样？因为我是之前我跟你讲说，那我们学那是我们学校学生唱歌，那是我录的。没有啊，那个太硬了，太多了，我们不要理他。对啊。现在连这个都有。我并不知道。他会停在那里，还是继续让你上传？继续上传了，他那个上传完，他才会显示。那个是外围。关系啊，对啊。那边比较少人走，那边还是。对，大家都走九曲桥。因为这里比较有阳光。现在晒晒太阳一下。哎呀、冬天的阳光要晒一晒。等一下。差不多了。袂使都无前途，哪有咱店员啊袂使？所以你讲的那个十五天从飞到雪梨，然后再到纽西兰的十五天的，你觉得 OK？OK 啊，真的 OK 啊，不会贵吗？不会啊，
是一出去就15天了。对啊。不会半个月了吗？对啊。那个叫慢游。是的。现在就是要走慢游路线。因为我想说搭游轮，它还有飞那一趟飞机。哎。那个行程其实我也蛮喜欢的。嗯。嗯。其实我有想说就飞到雪梨那一边，我到底好漂亮。哎呀，脸上大斑，停在这边。嗯。你如果要有一个背景让你选的话，你要停久一点。